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黑幼龙，欢迎你再一次的收看《慢养》，做一个不操心的父母，培养更优秀的孩子。我们今天要谈的是怎么样做孩子终身的朋友。所谓终身，就是你的小孩从幼儿到青少年，一直到成年，都还有这么亲密而且正向的亲子关系，我们要做什么才能够做得到？哇，做父母好像是一种天职啊，我好像没有选择的余地啊。可是怎么样做一个父母，我们可以选择。我很喜欢这个题目，不要操心的父母，但是真的我要承认不容易啊。有一天晚上，我们是又是出去玩，在海边黑夜晚上漫步，我记得哦，也有一些游客嘛，在沙滩呢、散步。我跟我女儿两个人，我女儿我还记得，好像我女儿牵扶着我的手，这样我们就一路上这样走。这时候大概是气氛很好，大概那天我的态度也很好。哎呦，我女儿跟我讲了好可怕的事情。什么事情呢？就是那个时候她念高一，她说她有一位同学怀孕了，然后另外一位同学陪着她偷偷的到诊所去堕胎呀、不要让爸爸妈妈知道，爸爸知道会发疯啊，这样。哎呀，我当时听了，不要说别的，我第一个感觉就是，女儿怎么愿意把这么秘密的事情跟我说？第二，原来他们高中的同学这个年纪在性关系上面已经这么泛滥了，他都不觉得跟我讲了以后我会生气，我会说你怎么交到这样的朋友，我会说以后这个人不准来。我反而觉得我女儿对我这么接近了、这么信任，把这么藏在心里的事情都跟我说了，她不怕我，她更觉得我很亲近。我把这一个晚上叫做给我100万我也不愿意交换的夜晚。那么这个是我讲的我们跟小孩啊在一起的，特别是在第二个阶段做朋友的时候，最好有这样的信任，彼此之间有这样的好关系。今天这一刻我要好好的谈一下，因为这是我最近经历的，就是做爸爸妈妈还有第三个阶段。第一个就是小孩在小学以前的智龄儿童的阶段，你要是他的玩伴啊，到了中学青少年的时候你是他的朋友，到了大学，大学毕业念研究所工作了结婚了，这个阶段爸爸妈妈有一个很重要，也是享受这个夕阳之美晚霞之美的这个方法，那就是父母要成为子女的顾问。什么叫顾问？大家有常常很熟悉吗？职业顾问、婚姻顾问、心理顾问，什么顾问？
这些顾问呢，你要花钱去跟他谈话，一个钟头几百块美金呢，然后他就听你讲话，问你问题，然后一起分析。可是顾问有一个特，所有的顾问呢都有一个共同点，那就是绝对绝对绝对不帮你做决定，不帮你做决定。婚姻顾问，还有职业顾问，还有其他的心理顾问都一样。那么爸爸妈妈在小孩读大学的阶段呢，你要想做，你要享受做父母的乐趣啊，继续成为儿女的好朋友，就是要做一个好顾问。好，我现在最，我都不要讲理论，我要用实际的案例、亲身的经验来跟你分享，怎么样成为一个好，怎么样当一个好顾问和乐在其中啊。我这个第二个小孩啊，是一个医生，也在谈恋爱、交朋友、交女朋友，这都是很平常的事情，我们也都不管。到了有一天，他很兴奋的打电话，从美，他在华盛顿大学医学院工作，啊，打电话回来，说：“哎呀，我刚刚向我女朋友求婚。”他答应了，哈哈，可是我需要你的祝福。我说：“哦，真的。”他说：“为什么我犹豫了？我应该说啊，恭喜你啊，好啊，我祝福你们婚姻快乐。”我之所以犹豫，是因为一个年轻的医生啊，工作也很好，待遇也很高，地位也很高。什么叫地位？因为他除了医生以外，同时还兼这个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的副教授。我之所以在这里，我们叫黄金单身汉啊，在台湾叫单身贵族啊。结果他的这位对象，第一比他大五岁，这个第一点好多中国人的父母就不能接受，好像同样年龄还可以。他只大一岁也还可以，这女方啊，女方比男方大五岁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？那我的好几个好朋友就劝我说，绝对不，要我是我，我绝对就不准。就是这个女孩子是黑人和日本人的混血儿，黑人长得完全像黑人。不知道你听到这里有没有觉得有一点恐怖了。第三个条件，第三个状况更糟糕。第三个状况就是他离过一次婚。那我儿子是不叫黄金单身汉了，至少有各种各种好的条件，可以找一个没有过失败婚姻的女士结婚吧，当然可以。可是他爱上了这个。还有，我当时电话我没有跟他讲，我真的好想说出反对的话。结果我去请教另外一个人，谁呢？你们看，这也不错啊。我请教我女儿，我女儿先结婚了。我就说怎么办，他要跟这个人结婚了怎么办啊？他知道，他对这个女的，我刚才讲的三个状况啊，大五岁，是黑人，跟还有这个结过婚离过婚了。我女儿跟我给了我一个忠告 advice， 她说二哥哥是一个这么自由的人，就是他小时候那么叛逆，那么那个，她说就让他结婚嘛，万一要是结婚处不好不幸福，他们反正会离婚了。哎，我一听有道理啊。好了，后来我儿子打电话回来了，回来以后他说怎么样，我要得到你的祝福啊，你的 blessing。 就我那个时候真的好后悔，我就这样跟他讲，我说你结婚我很祝福你哈，你将来离婚我也很祝福。哎呀，我现在我真的后悔死了。结果我儿子也很生气，
好像后来他也原谅，他有一次跟我讲，他说他原谅我，唉，这受不了，你看我就是违背了做顾问的角色的特点，你怎么可以帮小孩做决定？好了，他太太39岁的时候，他34岁多嘛，他们决定要到柬埔寨领养一个小孩。你看，我就这一点我又很佩服我太太，她打电话回来要领养，哦，我太太听了好像很能够接受，结果再跟我谈的时候，我马上就反对了，我就把反对意见说出来，我说你每天这么忙，早上4-5点钟就起来当医生，要教学，家里又有小孩又有养母，我说不要再领养小孩子了。他没有回我的话，他后来跟我讲，他气呀，气得不得了。结果呢，他们照样去了，照样先在台湾待留一下，就到柬埔寨了。我好佩服我太太，太太陪他一起去了，陪他一起去，到了柬埔寨孤儿院，把这个女孩子刚出生不到一个月啊，就领养出来，出来一下，那个美国的领事馆签证缺什么东西什么，又从柬埔寨打电话给我说怎么办？他这个怎么？我说那你把这个小 baby 再送回孤儿院了，你回美国嘛，到时候这个证件都补齐了，顶多再飞一趟嘛。好了，又不高兴了，是为什么不高兴？后来他打电话跟我讲，他说爸爸你怎么搞的？我说什么事啊？他说我已经把这个小孩领养出来了，我就是他爸爸了。爸爸哪里有爸爸把小孩又送到孤儿院去的？哦，我说好好好好，哎呀，我真的后悔啊，为什么要给他帮他做决定，给他这个说他哪里不这个不对那个不对，这都不是顾问该做的事情了。他们已经结婚了大概10几年的时候，有一次我去看他们，冰天雪地，外面下好大雪，我们哪里都不能去，我就在家里，是12月中旬。那么我儿子从2楼啊被太太赶下来了，为什么？他们在包装圣诞礼物，不能让他看到，他就下来了。下来我就看他躺在沙发上，用电脑干嘛？在打一个卡片。这卡片是给谁呢？就是给他太太。我是从他后面走过的时候，停下来看了他一下，上面第一句话就是 ：“Honey， 亲爱的，你知道我这几天都在忙，所以我没有时间给你去挑礼物。”那么我在旁边上一看了以后，我赶紧扭头就走了。我有点不好意思再看下去。他们非常幸福，我甚至于觉得他如果他跟另外一个女孩子，我们传统下的那样的女生啊，小姐结婚，也绝对不会有现在幸福。那么我下面我要讲我最小的小孩，我不是讲他不会，我在以前讲过他的兴趣是多方面的，又喜欢艺术演艺，可是 又很有责任感，想到将来该怎么有饭吃啊，不要找一个自己出来连工作都找不到，所以到了后来不得已了，演艺圈走不通，选了机械工程了，后来也选了机械工程的硕士啊，研究所毕业了。哎，一毕业以后啊，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工作，这家公司呢就是史丹福大学产品设计公司的系啊，产品设计系的系主任开的一家公司，我不讲名字了哈。很多产品最后的颜色、形状、定型呢，最后都是找这家公司，因为这家公司的人除了要有技术专业的背景，还要对艺术美感，还要对人体互动工学都要有研究，那正好适合他。他也爱这个工作，就在里面工作。工作，我你看，这又是一种尊重哦。他工作了一段时间，我忘记大概4-5年吧，如鱼得水的公司，薪水也很高的公司。
他要出来创业，我多么希望他留在现在，待遇又好，兴趣又好，又在那个就在这个斯坦福大学校门外面对面的一个公司，接触的人又这么多，多好的一个工作，你真的要放弃吗？他回来跟我谈的时候，这次我学乖了，以前有了太多不好的经验，我们就听了，就跟他讨论了。我太太建议我说，他想要闯一次，你就让他去闯一次，免得后来终身后悔没有试过。结果他去创业了。所谓创业，就是从零开始，这个要找资金，我都不太懂，什么天使基金，然后去创业，创业这个公司起来了，起来有大概后来有二三十个人了吧，都是精英工程师啊，他们的产品也是在深圳那边制造，后来赚了很多钱啊，这个真世界各地都有代理商啊，做卖他们的科技的产品的时候，又来跟我谈话了，我又要当顾问了。那个时候他都已经应该三十岁了吧，32岁，我们还父母还是可以享受做父母的乐趣。那个时候都是空巢期了，家里只有我跟我太太了，小孩这么想要跟你交换意见，应该觉得很开心。有一次我儿子，这个儿子就跟我开玩笑，他说爸爸，很少有成年的子女跟爸爸谈话，谈完话以后还做笔记吧。嗯，我说对，因为他很重视我的意见嘛，啊，关于管理啊领导方面，正在我认为是巅峰状态，赚钱赚得很多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他要把公司卖掉，卖给一个大的公司，他们是所有的婴儿用品啊什么什么，想要加入他们的用品。结果也是回来问我，你看我也不给他出主意，他自己要负起责任来。结果对方决定买他的公司了，而且还要留他继续在里面当产品方面的总经理。好，做到了，人家要他做3年，他大概一共做了5年。在去年，现在前年的时候，他又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了，我又当他的顾问。他觉得他的小孩应该要学会讲中文，这个现在会讲中文的人最吃香了，刚好跟我们很多朋友相反，认为讲英文中文最吃香，连我女儿的小孩都会讲中文。但是好了，他们本来就会一些中文，不够熟练。他做了一个想法，想要回台湾住几年，那就要把工作放弃了，就要我们所说的吃老本啊。在台湾他没有办法找到工作，很快我又跟他谈，你要进哪一个学校，哦，要进非常本地的，不要什么双语的，而且完全跟一般小孩一样的。好，我就在哪里哪里有一个国民有个小学啊，两个人都进去，我就帮他去跟那个学校去谈，哎，学校通通可以。好了，全家搬回来了，搬回来住在一个公寓。哎呦，后来那个公寓有好多问题，又搬家，就变成都是他的事情，他都负起这个责任了。你看，这个有多少父母，你的小孩30-40岁的时候还跟你这么亲呢，跟你这么互动的关系这么密切，如果能这样的话，我觉得是一种福气了。我现在就在享受这种福气。这个福气是什么呢？就是几乎像是顾问一样，可以和他谈心，可以和他交换意见，可以跟他分析情况，最后让他自己做决定。最后他做完这个决定以后，真的为这个决定负起责任来了。所以做一个不操心的好父母还不够，应该做一个乐在其中的好父母。而且父母本来就是看着小孩长大的，他是3-4岁7-8岁的时候你是一个状况的，这个亲子关系
到了中学生青少年又是一种朋友的这个关系，到了三四十岁像我现在这个样子，你还可以保持一个很好的亲子关系，这个才是做一个不操心甚至于快乐的父母。我也希望你能够做一个快乐的父母，就是和小孩分享，但是不要帮他做决定，让他有责任感。哇，这一集就要结束了哈。那么我希望你想一下，你现在在哪一个阶段呢？你如果你小孩还小，你现在担任的父母的角色是陪伴，跟他游玩，对不对？好了，如果你现在是小孩，是青少年，是叛逆期中学阶段，你应该是他的好朋友，多倾听，多和他有共同的兴趣。那么根据今天这个后来讲的，你的小孩都成人了，如果你正在看节目的您呢，是已经有成人的小孩的话，他回来跟你谈话，你应该觉得他对你好信任，他很重视你的意见。你要想，你要想想看，你怎么样才能够做忍住，或者做得更好，比我更好，就是跟他讨论，跟他分析，然后让他做决定。